上荣耀，我是我的超盼望，尽我一生光死亡。我曾是丧迷惘，再次为我披上新的衣裳，带领我回家。Woo！ 欢庆 ！Woo！ Come on！ 一起来欢庆吧！一起生活，把新的动作美。哈利路亚！在你的未来的世界，欢庆与天同，欢庆荣耀，归于新生活。
真正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他要为这个世代带来极大的盼望跟恩典。 Amen。 今天早晨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带着一个确信，知道真平安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。 Amen。 那永恒的盼望，永恒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Amen。 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。 Amen。好吧，我邀请你举起你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。哈利路亚，你们一起来敬拜。全世界都在寻求人心里的真平安，真平安唯有耶稣赏赐给我。这世上虽有苦难，耶稣已完全的胜，凡事都不愿隔绝你爱。惧怕困难，其名有华，在你里面全的平安。主荣耀归于战神，地上平安属于他爱的人，和平君王为了你我降生，生命喜乐如今属于我们。直高至
束荣耀归于真神，地上平安，哈利路亚，平安属于他爱你的人，和平君王为了你我降生，生命喜乐如今属来唱姐妹，在2020这充满不安的一年，在疾病当中，在瘟疫当中，
上帝把平安要带给我们，天上的平安要在地上来实现，天上的平安要在地上来流动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台湾可以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要拍掌把荣耀归给神，大声的向他来欢呼，上帝的平安在我们当中， Amen， 上帝的得胜在我们当中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诗篇九十一篇这边讲到，虽然有众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左边，这灾害却不临到你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今天应许在我们当中，今天我们活在这句话当中，上帝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又真又活的神， Amen。 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恩典不要只领受在这里，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呼求平安，不止在台湾，平安要临到全地，平安要临到全地。尤其在这十二月里面，我们纪念圣诞节，就是因为救主为我们降生了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全地来祷告，呼求神的平安来到全地当中，呼求瘟疫要止息下来，呼求医治要临下来，呼求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神的盼望与我们同在。数到三，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。我祷告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为全地来呼求，呼求主啊，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平安，奉主的名祝福，平安要临到全地，平安临到美国，平安临到加拿大，平安临到中国大陆，平安临到日本，平安临到韩国，平安临到欧洲。奉主的名，主啊，让人们在这个季节想起还有一个和平的君王，想起有和平的君王，想起有赐给我们平安的主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在十二月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要数算恩典。到今天，主啊，你存留我们在这当中。奉主的名，主啊，你也使我们在这个季节中，我们仍然可以聚会。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圣餐，我们在你的家中向你献上感恩。奉主的名，主啊，你继续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但主啊，我们今天也为全地来祷告，上帝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在这里达到你的面前。愿你的平安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，愿你得着所有的颂赞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拍手把荣耀给神， Amen， Amen。 弟兄姐妹大声的向他来欢呼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带我们得胜， Amen。 所以坐下之前跟你左右两边讲说，今早上帝的得胜在你身上，今早上帝的得胜在你的身上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感谢主，在这样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一起来聚会。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新殿教会聚会的新朋友，我们想要欢迎你，想要认识你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那我们可以来欢迎你，认识你，加入新殿教会这个大家庭。新朋友预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。哦，前面这边就有第一次来的，欢迎新殿教会朋友过去跟大家招呼，欢迎他们来。哇，祝福你们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拍手把荣耀给神，来们。Amen， 感谢主，今天是我们在十二月的第一周。是我们要能够分享圣餐，这也是我们在2020年最后的一次在这一边分享圣餐。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恩典，像刚才一尊牧师带着大家在祷告，我就在想，在2020年神真的是看顾着他的百姓。不管今天有些人正在网络上面与我们在一起，不是旁边的环境如何，不是经济如何，是当你有主与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心里头就可以有一个平安，你就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恩典，我也好高兴，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能够与这么多的家人在一起，跟旁边人说真高兴可以成为一家人。
我们欢迎所有受洗过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洗，麻烦你耐心等候。今天如果聚完会你有感动，你希望能够受洗的话，欢迎你可以到前面来，可以来找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可以帮你受洗。请服侍的同工可以到前面来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。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人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刚才你差点需要为我做医治祷告，感谢主。你知道有些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是非常严肃，在我们教会每次我领圣餐的时候，我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阿爸父。耶稣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众人舍的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。饭后主又这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与你立的新约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。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让我们继续经历你，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都因着你变得不一样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成为一家人真好，请坐。